上法国的葡萄牙球星 C 罗传出确诊新冠肺炎。根据葡萄牙足协的官方公告， C 罗的新冠肺炎检测呈现阳性，目前已经离开国家队进行隔离，因此不会在接下来对瑞典的比赛中出现。而面对呢，这目前 C 罗没有症状，正在隔离当中。而在 C 罗检测为阳性之后，葡萄牙国家队全队也都进行了检测，目前其他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，有最新消息随时来为您掌握。